头城镇公所为了让镇内弱势家庭能温馨过好年，特别结合外澳接天宫，将200周年庆典的贡品分装成900份，发放给镇内的中低收入户，将无限的爱心传达给需要帮助的人。而且就是团队，低收入户，一寡敢若讲，较艰苦的吼，是咱镇内咱这里长代表拢较了解。阮讲的吼，本身较无了解，所以讲好，透过恁的关系吼，来替阮讲的发这个，咱这个200周年庆的这个补品啦吼，这嘛是咱全国全国算讲的信众哦，先生啦，因所捐的啦。捐赠仪式今天在镇公所一楼大厅来举行，由镇长蔡文义、代表会主席杨碧春以及接天宫主委黄春池将物资赠送给弱势家庭的代表，让他们来感受社会的温暖。感谢咱的外务接天宫，咱黄主委特别啦，送到这个900份的这个物资，要来给咱的这个头城镇的中低收入户。我相信讲，咱遮个中低收入户，因为经济上的这个艰难，伫寒冷的冬天当中，有较侪不足，所以讲咱也真正较侪善心人士，会当加上着咱的这个温暖，互因会当过较好日子。我想这就是咱大家所希望的，也是咱大家所盼望的吼。咱这物资吼。上虽然讲安尼上去，我是感觉足济啊，非常济，来上个看吼，无搞各里长若有这个吼，尽量吼，拢来开发咱尽量吼，接天宫会开始吼，咱的为主为者吼带动，来去抛砖引玉吼，尽量咱感觉头城足温暖的，所以讲咱寺庙会当甲公所吼，公所地长嘛真有心啦吼，也真有爱心，所以讲这工课安来做。镇长强调，头城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幸福小镇，公所团队将会更加打拼，结合民间力量和资源，让每一个弱势族群都得到最好的照顾，也让乡亲都能过一个好年。公所是要最温馨的。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道。